性圆明就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若有发尘，便非圆明。你要是有一个得的念头，那是发尘；你要有个修的念头，也是发尘；你要有个正的念头，还是发尘。所以六祖慧能说，本来无一物啊。他说的话没错。如果我们听了，哎，这你的本来无一物，你看他又有一物了，有个本来无一物的又糟了。本来无一物也无啊，也没有啊。很难很难，就怕你听错了意思。所以佛说到最后没法子了，这不得已说，言语道断，心心处灭。其心即错，动念皆怪呀。但是说到最后跟我们这个说法，不可以起心动念，这个是决心圆明显现，所以佛菩萨的心无论在什么境界上，在十法界顺境逆境，佛的心从来没有动过。我们常讲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他用的是真心，圆满的真心，没有起心动念过。起心动念，但是他不迷惑，这个人就叫做菩萨。菩萨叫觉有情，就是这个三规里所讲的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虽然起心动念呢，他能保持觉正静，这就是菩萨。凡夫起心动念，他迷邪染，这个迷邪染就变六道，变这个境界出来。佛菩萨起心动念，他一觉觉正净，所以他变的是四圣法界，就清净的国土，报土啊，我们这是慧悟的报土啊。这也是证明了一切法从心相生，就佛心不动，心像一面镜子，干干净净，真的是一尘不染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